要看到的是演艺圈拼命三郎的谢霆锋，因为8月29号是他的33岁生日。嗯，没错，霆锋呢，据说在演艺圈有这个拼命三郎这个称号，没想到生日也在片场过了，来看一下。事业红火、感情成名的谢霆锋，最近为贺岁片《赌神风云》紧锣密鼓的拍摄中，就连29号自己33岁的生日都只能在工作中度过。不过，不知是否近日张柏芝带儿子移民加拿大，远离谢家人的消息，让谢霆锋情绪低落。中午休息时，穿着便装拖鞋，一脸倦容的他，似乎毫无庆祝生日的心情。虽然前妻儿子都不在身边，但是好在还有老妈迪波拉。儿子生日当天，迪波拉精心打扮，还亲自煲汤带到片场为儿子庆生。用心煲了啲嘢，咩汤啊？真是世上只有妈妈好呀。不过霆锋你放心，即使相隔千里，离婚又再爱，亲生儿子也不会不认爹地。佢哋好跟妈咪，但系亦都好跟我。喺我不存在嘅时候，他只是为我讲好说话。我其实是真的好感激他。而加拿大当地时间26号下午1点多，张柏芝被媒体目击带着两个儿子一起游玩，两个孩子在公园里面游戏追逐，玩得相当尽兴，母子三人看上去都相当幸福。虽然两个儿子在爸爸过生日的时候没能陪伴在身边，但是知道他们是开心快乐的，想必谢霆锋也是高兴的。娱乐新天地香港采访报道。